竟敢以抓刺客为借口杀了杨海，他好大的胆子！可我们现在去进宫，让他知道知道谁才是大圣之主。不可，若因此事闹进宫中，会落下忤逆之口实，那就落在下风了。你还知道落在下风？如果五哥要去行猎之事，你拦住他的话，哪有今日的事？话虽如此，可若没有这次行猎，哪知道陛下。 对摄政王的恨意到了此等地步，我们这才能早做打算呢。事已至此，不必追言。他既然杀了严海，就是决意要与我为敌。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杀严海一事，是由萧启汉一手推动。程轩。 你今夜带人包围苏王府，萧启汉，这条死路是你自己找的。至于起源，就让他眼睁睁地看着，和我作对之人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 德安，你们想干什么？苏王殿下，多有得罪了。给我搜！你们，德安，真是以下犯上。有情况。将军，发现一封东陵王写给苏王殿下的密信。苏王殿下，怨不得我们迟迟打不下东陵。 原来是肃王殿下一直在通风报信。拿下！你们敢？什么东陵王？我根本就没有见过。这是。好啊，德安，你竟然敢栽赃本王！奉贤贞皇太后懿旨，肃王萧启汉通敌卖国，证据确凿。即日起，被贬为庶民，发配至皇陵，终身替先帝守灵。 不得踏出半步，带走！放开我！我要见皇上！你们不能这样随便污蔑我！皇上没空见你，带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皇太后与摄政王暗通款曲，我不服！可兰明玉为了孝顺勋陷害我，我要见皇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哥，一切准备就绪。 立马围攻苏王府，拿下萧启汉。是。摄政王，德安赶来求见，不是说了，对贤侄太后说，摄政王旧疾复发，无法入宫吗？摄政王，德安似乎不是来请您进宫的，而是来给您送懿旨的。懿旨上写了什么？ 你们不必出兵了。太后已经处置了萧启汉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无非就是发配守灵，终身不可出，还是留了他的狗命啊！这是明玉已经能做到的极限。德安还说了什么？德安还有一封手信给您，摄政王。 德安还在外面等着回复呢，我该怎么回他？哥，你该不会又心软了吧？他这点小恩小惠，难道就能把你心中的委屈，还有严海的命都给抵了吗？事已至此，已经不是我和明玉之间的事了。你就回他六个字。 人成各，今非昨。是。